哇，粽子！哼，我假装不说话，我看一下第一口粽子是先给我吃，还是他自己先吃。如果他自己先吃了，就证明他是一个自私自利，做什么事情都为自己着想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是不值得依靠一辈子的。芦花，给你。表现得还不错，这个番薯脑袋看来还是很在乎我的。快点来喂我，快点，快点来喂我。我是你的小心肝，我是你的小宝贝。芦花是谁的心啊？你真的不吃？